少林足球，哇，阿星，我的阿星今天比赛赢了，为了他，特别打扮了一下。阿星，阿星，你这个，阿星，你这个要掉了，不要丢。阿星，鲁智深哦，你打扮美吗？真美，真美都有腿毛。你是谁？你好丑！阿星，画出色来。阿星干嘛？这双鞋送给你。阿星，你觉得我穿好吧？ 我说我鞋子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要你鞋子吗？不要打我！不要！你滚蛋！什么话？画画是不要！画好作画，画技术还是？什么烂事啊！少林功不要老公，你太抠啊！你还俗啊！你还俗了！你还俗啊！你在变哪里？ 好，那么脱掉，来国王请就位。现在我们看到卖身脏布的场景出现了。魔王哈，现在你们要想办法把自己肚子上面这颗西瓜敲成两半哦，是要完全打开哦。看你们花几秒钟时间敲成两半，来准备哦，预备。 前面我现在是自己敲，敲完以后才换队。对，他不能，他不能换你。对，十秒钟，来啊！对啊，动作力自己就敲破，就不用轮到我了。哎，敲破，敲破，预备。好，换你，换你，好，换手，换手，上场。哇，这个，赶快先暂停，暂停啊，暂停，暂停，暂停。怎么那么快？直断掉。武器敲断呢？来，时间继续。 那个血要一直喷上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，来公布一下，时间是29秒。
恭喜过关！第一个不用讲，如果说豆哥没打前面的十秒，更快。这题结束后，你担心玉哥会被限制出？开始被调查。好了，恭喜我们第一组过关，进入下班了吗？现在小哈哥还有一张卡，上班甜甜价。但是我要买他送。好，送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花钱买啊。我当然你花钱。你花。那我跟我干嘛要自己？啊，我们要转到再说啊。对啊。我不要用。不要用我家。不要用我家。我想，不行，我有点荣誉，要荣誉吗？荣誉吗？荣誉吗？来来，陆陆陆。哎，这个流程太快了。不要了。那我们流程走一下，你跳好了吗？ 跳好了，那我们会转。荣誉，这样，没有，赵哥你，没有，下班了，下班了，一格之差。好，恭喜我们的赵哥甜甜的守住了，全员请回游览车。